就为大家揭秘英国中学生嘅课后生活啦。噔噔噔噔，就喺 Tesco 啦。一入门口就见到我最中意食嘅朱古力，买啊！四包 Kinder 先15蚊澳门币，梗系要买啦。咩烦恼食一杯雪糕系解决唔到，就当然要食两杯啦。系中国嘢食嘅货架喎，你睇下连维他奶都有，几幸福。最后架要攞翻我最中意食嘅冬辣啦，袋住佢先。而家要走啦，我要翻宿舍啦，拜拜。